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新北市中和两回小男童恩恩喂着病毒，苦等81分钟，救护车才来，上尾也是不幸来过往。伊伫咧追查真相的恩恩的爸爸，再度来发文章，讲家己这半冬来，拢伫咧麻痹甲悲伤当中来度过，讲无得到真相，就无平静，请大家倒找当初讲要负起着责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。侯友宜来回应讲，伊了解家属的心情，一切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。若要来选新北市长的林佳龙，讲伊若当选，会来展开行政调查，嘛呼吁侯友宜将心比心。小林帅大号总算停歇，去市啊买菜的人嘛变多。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，一只紧来到新店菜市啊扫街拜票。提到签名的人满面春风，笑嗨嗨。不过嘛有无欢喜的新北市民，中和两会囡仔兄纷纷脸如过身，一直想要找出等救护车等81分钟真相的温温爸爸，搁一摆破门，讲温温离开要半年，每一工每一暝拢伫咧艰苦。过节，先怎照顾一个宝贝大汉这么难？先怎想要安居乐业这么难？请大家找找6月21日对全国民众讲要佛祖到底好友谊先生，绘本之内底嘛是看出充满悲伤。也是为人父亲啊，那是不是能够有一点同理心？打个电话约见一下。即使不公开，林佳龙讲，看到温温爸爸的破文，心肝嘛是真痛。嘛答应讲，当选什么市长了后，会完全公开相关资料，成立行政调查小组。不过温温爸爸想要请大家找找侯友宜，伊安尼回应：了解家属的心情，事情已经在司法厘清当中了。侯友宜简单两句话，同款嘛是无多安大家属悲痛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